正法圣贤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说法诸佛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圣贤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说法诸佛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圣贤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说法诸佛的为利众生愿成佛。顶礼上师及护祖尊的妙景象，彼之聪慧离二障语，如日清净及光明，以如实见所有义故，于心间随欲轮回狱中无名，常按痛苦所逼迫，爱此众生犹如独子，有含六十妙梵音，呼声如雷，烦恼昏睡，业力铁锁皆解除，断无明暗，斩除一切痛苦，更妙握宝剑，本来清净已颠实定，功德圆满，善所佛子身，十受十用十二庄严，尽我心安底里妙吉祥。唵阿拉巴扎那帝，具备如以盛会之华光，消尽我心一去之黑暗，通达佛语论点之义理，请起恶损变成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欲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色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视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面大，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四大神咒，四大明咒，四无上咒，四无等等咒，能出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即说作因，揭谛揭谛，般若境谛，般若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妙相遍土化散之大地，观汝佛陀我乐即供养，愿诸有情恐降此净土，一当故如人难免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啊，有了那个众大师著作的三座要道的一个有了这么殊胜的一个机会，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开心。平时我就在开了那么多的课，还是有些学生问我说可不可以还是开一个另外一个课，但是我实在没有答应的。那后来就是战友会，他们就是希望这个十月份差不多那个三座要道，希望在就是他们要我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课。那我也自己想想，哎，真是蛮不错的。对，我们平时那个三座要道的它的内容来讲的话，真的是所有的包括四千个梵母的心要就是精华都是归纳起来的，完全是上师父实修的一个道次第的里面，就是完全是归纳到这个里面来。那我们初学者应该是孤陋寡闻的一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适合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想要学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话，需要多少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那时间上来讲，或者是个人的一些的啊，不管是什么学佛的一个因缘的条件上来讲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不具足的，非常困难。那如果你曾经学过了菩提道次第广论，那再来就是听一次这个上座要道的话，那就才有就是真的是重大事，他完全是他的高瞻远瞩，他就是著作了这么殊胜的一个论点，简单，但是他就涵盖了所有一切佛法的一个精华信念信仰，都完全可以就是容纳在这个当中，非常殊胜的。对，那我们今天也是开始，现在开始，差不多，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十月份，一个月差不多分成五堂课，但是最后一堂课就没办法了，所以我就是减少，所以四堂课就结束了。那这个四堂课就是你们，所以一定要尽量就是一定要拨出时间来听。这个四堂课你就不缺课的话，那就完整的听到了一个完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所有的精华信仰，就可以我们就是从这个上师父的道次第，从这个角度来去尽量的去解释，大家都去也如何去我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使用、实修、实践，大概就知道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就是这种的三足要道啊，三足要道就是主要的道，三个道就是反正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这三个嘛，对不对？那我们初学者一个学者来讲的话，他就是有点困难的之处是什么？比如说空性的，对，空性见的这个部分，那出离心也好，或者是菩提心也好，大概都是我们在这个环境的影响，受环境的影响，大概都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了解说，大概就出离心是什么，菩提心是什么，但是空正见这个是太困难的。对，那我们就是前面按照这个宗大师著作的三座要道尽可能的去解释，那这样的话你们也可以在这当中就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就是自己可以平日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里面所说的去思维、听闻、实践的话，那就这是真正的对的、正确的、非常好的。那在宗大师在这个里面，第一个就是他的礼敬文，我们通常讲的就是以前大成就的他们著作的方式有三个。对，开头的他的那个著作的任何的论点时候，前面有他们的离境文，再来就是著作的誓言，再来就是劝起倾听，有三个步骤。那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念到的这个是敬礼诸至尊上师，这是他的离境文。那为什么宗大师就是一开始著作上座要道的开头他就是一个离境上师的原因是什么？都是以前古代的大成就的都是同样的目的，同样的一个目标也好，同样的一个方式一样的。他就是说他把著作了三座要道自部论点，他非常的重视，这是不是一个小事情，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那如果你著作了想要著作了自部论点，能不能顺利完成？所以未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把握的。他也就是说，我先累积了多多少少的福德，再来著作了自部论点的话，就希望能够顺利完成。那有了福德，自己先累积了多多少少福德的话，由于这个福德的导致，你就是将这个著作就是完成顺利，希望就是这个著作这部论点的过程当中不要有任何的障碍，不要有发生在任何的在内外的一些任何的障碍，所以希望能够顺利完成。所以呢，他一开始就礼敬至尊上师
就是这个。那我们至尊这个字，藏文跟中文的意思，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礼敬就是我们就是当然是向他顶礼，或者是尊敬敬礼嘛，对不对？那诸所有的宗大师自己所有的上师都是包含在这两个这个字当中，诸至尊上师，对不对？那他的上师里面，我们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上师的名字应该是不需要讲，但是我们他就是简单来讲的话，传承上师来讲的话，圣界的传承的上师，管行的传承的上师，修行加持的传承的上师等等。那主要的至尊上师，主要的他在这个里头凸显出来见那个礼敬的对象，这个是本尊为殊妙吉祥。对，所以妙吉祥跟宗大师的历史上有很多这种的记载，所以他跟妙吉祥有特殊的关系，所以呢他至尊上师。对，那在这个当中，至尊的意思是什么？平常我们藏文里面两个字的意思说有两个意思存在的，一个是说藏文的话结尊有两个，至尊的意思结尊，结是什么？它就是一个顶缘。我们全身的最高的是哪一个？自己的顶端嘛，顶缘。所以我们它就是非常珍贵的，就如顶缘一般的。对，就是我们平时故事上讲龙王的最宝贝最好的是什么？它的顶，对，顶缘就类似如此这样一般。所以呢结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平常讲法王类似有这个是结的意思存在的。对，那尊的话，尊就是比如说他自己修行，对于非法的所有一切的非法的行为都是有所顾忌的，修行的好，持戒的好，非常清净的修行，清净的戒律者，所以呢称他为就是尊，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身为一个尤其是出家人，他自己生育欲的，所以自己的持戒的这个各方面清净的话，那是修行的最基本的条件嘛。身为一个修行人最基本的准则也好，原则也好，所以自己请持遵随清净的戒律，这是所有修行的为本，这一定要知道。对，所以呢尊的意思说修清净的戒律者，所以呢称他为就是尊。那上师的话，那我们梵文里面上师的意思，古鲁的意思，对，梵文就是古鲁。那古鲁的话，他的意思喇嘛，藏文的话喇嘛。那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代每一代就是时代的变化，每一个地区的自己的习惯性不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个时代的人，我们在这个地区来讲的话，大家觉得就是说喇嘛就是应该是普通的出家人，对不对？所以那个错了。喇嘛是什么意思？喇嘛上师，喇嘛的意思说具有菩提心跟空正见，有这样的修行者称他为就是喇嘛，真的不容易的，作为一个喇嘛是不简单的。那所以我们在台湾来讲的话，喇嘛是应该是普通的一个人的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我们在寺院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喇嘛是完全是自己对顶礼的对境，完全是这个自己的根本上师一样，喇嘛就是这样。修菩提心者称他为就是喇嘛。那修菩提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知道，就是这样。所以呢他的礼敬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敬礼中至尊上师，就是这个意思。他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著作的障碍，
遂希望能够顺利完成，所以上座要道的这部论点啊，而所以开头就礼敬所有的上师，所以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以切佛经心要义，对，是诸菩萨所证道，所证道，由缘求解脱尽量，我今随力而宣说，对。那再接着讲，他说，比如说一切佛经性要义，所有的释迦牟尼佛，所有的佛经经典，它的内容，所有内容当中的性要，主要的意义，性要这个内容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其他地方讲说，第一个，一切佛经性要义的意思说，表示是处理心，处理心。是诸佛菩萨所赞道的，就是表示就是一个菩提心。那第三个，由缘求解解脱尽量，由缘分者，希求解脱的由缘分者，他们所的他们的向往，对，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他们的向往，就像如彼岸一样的，那个就是我们就是过河，或者是想要坐船，所以想要就是这样的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达到彼岸嘛，对，那个就是尽量就是一个彼岸的意思。那这样的话，第三个由缘求解脱尽量的意思说，这个里面主要的就是空正见。那这样的话，这三句话的内容就是第一个处理心，第二个是菩提心，第三个是空正见啊，就是这样。我今随力而宣说，那宗大师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点，他自己强调是有点谦虚，对不对？我尽量，当然是我们平时就是人海人之间沟通的时候，有一个我尽量去，这个我尽量的意思说我能力没有那么的好，我也没有那么把握说我就是能力多强，我就是一定笃定我做得到，没有这种把握，但是我依靠尽自己的所有的力量来去宣说，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谦虚的说，尽而有力的去，所以就是解释上那个上座主要的上座要道，处理心、菩提心、空正见这三个道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这样的接着解释，接着这样的解释下去，就像是苦传一样的，了解吗？平时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跟大家讲过的，大概都是你们就是我们直接比较熟悉的。我上课的就是一个我自己的习惯性也好，我自己的经历也好，我的经验也好，上课是不是一个苦传？苦传是你就是念一念下去，就你们就是可以听，那这样就可以的。但是这样子下去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几乎都没有的。你看到现在为止，你们听说过处理心、菩提心多少次，对不对？天天都听，永远都是听到这几句话，处理心、菩提心、空正见。但是心里在念心往念去，我们仔细的去观察的时候，现在你还是没办法把握的真正的处理心是什么，真正的菩提心是什么，真正的空在界是什么，真的是把握不了的。如果你内心没有那么的把握的时候，你发挥它，你使用它，你实践它是很困难的事情。你看看，它不是东西，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它不是外在的条件，处理心、菩提心、空正觉，这些东西是我们如何去承办，自己去寻找，这不是说我们跟人家借用的，不能，不可能的。对，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依靠自己的需求，依靠自己的只有一个盲目的信心，总有一天恍然大悟，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先去听闻，再来它的内容
繁复的思维，更少的考虑。那内容大概了解的话，按照这个里面所说的去实践使用的话，那真正就是你寻找到的真正的左右一天，你在内心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处理心，或者是菩提心、空正见任何一种。那没有的话，这个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嘴唇上的专研品，就练成这样的，从头到尾，从小到现在为止，或者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念念不忘，嘴巴里面讲，朗朗上口说菩提心、处理心、大悲心。但不知道如果自己所修的这个大悲心是存在于哪里，自己想要修行的、想要修的这个菩提心在于什么样的之处，你想要修行的这个空正见谁的，完全不知道。大部分人觉得应该是佛菩萨他们拥有的空正见、处理心、菩提心。那这个就是有史以来上师一切佛的一人存在的，他们的空正见、菩提心或者是处理心依然存在的。但是三界轮回当中还是满满的众生没有解脱轮回，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自己没有不能脱离轮回？原因是什么？关键点是什么？一定要我们就是真的警醒自己，提醒自己，追本溯源，才知道确实释迦牟尼佛所有上师一切诸佛菩萨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一直不断地强调说，唯一的方法是自己多多去听闻，听闻之后一定要再思维，思维之后大概了解之后，按照这个里面所说的去实践实修的话，那就可这个是算是一个真正的实修。不然的话，是不是我们刚才我们如前所说的自己的一个认为是一个身为一个佛教徒，那自己所思所见当中有没有正确的，对不对？一定要去思维。那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本来就是骨子里面有一个所以好逸恶劳的这种的一个性格存在的，这个是谁也无法改变的，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你拥有这样习惯性的话，大家都喜欢就是应该是不实在的一个话。有些人跟你讲说不需要学习，干嘛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你真正的安安静静的去祈祷祈祈，对不对？累积多多少少的福德，就总有一天在内心得到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怪怪的，对不对？你想想看，总有一天恍然大悟的。从世尊开始到所有的管心的造那个传承上师大成就者，圣界的那个文殊龙树月城圣天吉田印度大成就者，没有一个人听那个出来没有讲过这种的话。他们一直不断的强调的说，一定要尽量去自己去听闻思维。对，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学佛是我们学到的东西，这个把这个你自己学到的东西一定要实践实用。这个实践实用就是你一定要佛法的精神，它的道理义理一定要多多少少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才可以就是佛法的能力展现出，能力就是在于你的心中展现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得到佛法的价值，除了这个之外你真的找不到的。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这样。那第一个是处理心的话，为什么第一个宗大师讲说所有佛经，所有佛经一切的佛经的主要的所权当中的重要的心要义，主要的内容，为什么？我们想想可想而知，处理心是什么样的心，对不对？处理心是可以说是中师父
三十部当中，中十部他主要的所修的道，或还是它是一个基础大乘道的一个主要的基础。如果我们基础大乘道，一定要在内心产生的一种出离轮回的心为先行，没有出离轮回的先行，那个心的话，怎么可能入大乘道？怎么可能发起菩提心呢？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在佛成道之后，他就是在这个人间转法轮的时候，第一初转法轮的时候，他提到了中师父的道子。那时候他主要的就是强调就是出离心嘛，对，一定要有希求解脱的心，希求解脱的心跟出离轮回的心是大概都是一样的。你真正的内心有了出离希求解脱的心的话，就更不用说有了出离轮回的心。如果有了出离轮回心的话，就有希求解脱的心。那我们现在没有出离轮回的心的过坏是什么？那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想要的太多，需要的是很少，虽然需要的是很少，但是想要太多。那想要太多的时候，不如预期的时候，往往就被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趋势完全控制，无法自拔，对不对？从早上到晚上，一直不断的接连三的迎面而来的挑战非常多，那没办法应对，找不到适当的一个对峙，那就往往都是被是非打倒了。想想看，如果有处理性的话，对我们修行者，不只是修行者而已，这个不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没有什么差别，任何的众生有了处理性的话，你现在开始就省事了，对不对？减少了很多事情，对不对？反正就是你需要的都是想要的太多的那种的念头，就是几乎都消失了，没有的。你想要的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的逆缘也根植没有那么多，你逆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遇到的障碍也是没有那么多，你遇到的内外的一些障碍的越来越减少的时候，那就是当然是岁月就是增长，对不对？当然是逆缘或者岁月都当然说相对性嘛，相对我们众生来讲的话，逆缘是什么？得到快乐，暂时的快乐跟究竟的快乐的主要的障碍，这个都是我们相对我们来讲的话，把它这么称它为就是一个逆缘嘛，反正就是我们得到快乐，对不对？好好的过生活，所以呢，出现了很多障碍，这个障碍都是称它为就是一个逆缘，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起，为真菩提之间的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过的那么多的负面的，这个都是一个得到快乐的一个障碍，都是一个真正的我们实修上也好，过日常生活当中也好，确实是这个是我们的逆缘，对不对？那逆缘从哪来的？所以大部分人不知道，完全是不知道，大概都是一直往外去看，对不对？谁来害我？谁来批评我？谁来得罪我？对不对？有什么样的人来就攻击我？大概都从早上到晚上，也就是一直不断的想这种事情，那带来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不好的。所以，反正就是这种的念头都是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我们得到快乐的一个障碍嘛？对。那么，第一个我们主要的讲的，所有一切经典的心要义处理心，它是什么样的心？对，我们如何去，虽然下面也有，但是我们出离心是达到了什么样的心的境界，才能够算是一个达到出离心？
那我们从严格上来讲，当然是我们严格上来讲，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出离心就是对于三界轮回的处所、受用，对生活一点都不贪着，一点觉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你有感到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你真正的内心达到了一个出离心的境界，那在内心产生了一种出离心，对不对？你看，那我们现在自己的习惯是负面的太强了，一听到这样出离心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想想看，这个就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的感觉，对不对？有啊，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个人的这样的负面的习惯太强了，太厚了，对不对？上次我跟你们讲过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类似这样。一听到出离心的时候，出离心是哦，对于三界轮回的处所、受用、身体，一点都不贪着，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你能感到这样的，你受到这样感觉的时候，你真正的在内心产生了一种出离心，对不对？反正就是对于三界轮回的处所、受用、身体，一点没有兴趣的这个心，就是叫做一个出离心嘛，出离轮回的心。那没有这个过坏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现在的三界轮回当中所有众生的大概大部分的过坏都是没有出离心导致所造成的。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护持专户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台北分行，账号0300901577070，户名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加入藏研会，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 ，email ttbtvoffice@gmail.com， 愿世界看见佛法，阿弥陀佛。